所以你看，这个反动抗俄列车所到之处，那当然是动员来的，只是说大概是不要让到那个所在。
七八千人，所以他有的站不停靠，直接叫做欢呼站。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现在经过个站不停了，然后开始放音乐，反攻复活歌开始放，哦，爱迪奥第一条是反攻复活歌，他离站的时候是开膛进行曲，然后就有民众两岸在夹道欢迎，不是两岸夹道欢呼，这叫欢呼站。哦，所以很特别哈，哦，就是说。这个反共抗日列车走了第二次在台北，我刚讲的1400位严民严工们送五只西瓜，那大部分都是送锦旗，所以今天我们会把锦旗放在车厢也是这样。那锦旗的写法就有很多很多种，很特别的锦旗哈，哦。那总共有1500面，对不起，1500面了，啊，哈，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奇迹，啊，所以以后我希望我们开始恢复做锦旗。我跟台南国际讲说，以后我们办比赛，球类比赛。还有现在好像他们都会办微电影比赛呢，我应该做锦旗，做锦旗。然后以后我的研究所要是要办比赛，我要做锦旗，好，我要恢复这种锦旗的这个，他们说那种奖杯什么什么什么水晶啊什么的哈，上那个都太商业了，好，可以做锦旗。好，那我们待会呢就会稍微过了刚刚的平交道之后，会到旗站，再往前就走另外一条路线。就是以前送甘蔗进入糖厂的那条路线。好，这边现在的原料区好像北边有还有在岔港甲，哦啊，所以电机班刚刚有修，都还修庙。那现在目前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讲耕地的工，伊用的港甲的原料是家己借土地建的耕地的糖厂是哪两座？对，不会是，这已经成为基本题了啦，所以就不送礼物了。可是我还有一个进口的加工的那个小港糖厂啊，所以各位如果这个你们是常常会用到糖的，不管是家庭主妇或是家庭主妇现在养贫犬，都不会讲说家庭主妇马上会被告到说两性贫犬。那，啊，你的糖最好看一下背后的产地或是加工厂。可是即便是小港的话，啊，你买到的也是国外进来的。各位了解吗？好，那大部分你如果哎，我被欧腾，我被台腾公司欧腾，那你可能买到的是注记哪一个厂出来的？大林的。好，所以那真正你除非到三化糖厂去，三化有没有在卖糖？有。那现在制糖期，那他们会把它装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罐里面，或者是小包装啊，哦，那你可以买到自己从我们台湾土地上种出来的甘蔗所压制成的二砂糖，几刷了哈，那现在民间开始有一个浪潮，这也是我以前就预期了。我说糖文化会重新再兴起。那以前除了台湾糖业公司以外，事实上还有200多家的私人糖厂。那我们的英文叫做 brown sugar， brown 是什么颜色？棕色。可是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讲成红糖工厂，或红糖跟黑糖又不太一样。好，啊，通常我们讲 brown sugar 是讲红糖工厂。好，那目前台湾有两家比较大型的红糖工厂，是哪两家？新南糖厂在我们台南北端，以及正南华，左镇的新南糖厂。还有另外一家在哪里？东园没有了，在新竹县宝山乡的宝山糖厂，宝山。所以在离科学区，现在的那个科学区已经到宝山糖厂旁边了。所以以前糖厂旁边的房子一栋才100-200万，现在去要1-2千万。啊，所以宝山糖厂很重要。那我曾经呢，小弟我曾经很有幸可以进到这个小小的糖厂里面。那我一看就觉得不太对劲，周围都没有种甘蔗，那你们怎么产糖？哎，我就看到那个糖的包装 ，Made in Indonesia， 从哪里来的？印尼，好，哦，那听说现在还有从其他比较便宜的二砂糖，然后他们的主原料是跟谁买的呢？台糖公司的糖蜜，所以他们固定就会跟台糖公司买糖蜜，然后跟买进来的便宜的进口的砂糖做什么还原法？所以你现在是买到一些黑糖是用这样的方法做的，可是呢，他们坚信营养价值不变。好，啊，后来我那时候进去就看一下，哇，原来是这样做。后来呢，我就盖一个，我在新竹有上社区影像的课，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你们知道吗？你们不要随便买黑糖，这边黑糖都是用还原的方式做的哦。哦，而
且我们新竹就有一家宝山汤厂，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阿武祥雅秀老师，我们家就是做宝山汤厂的。好，他们吴家哦，吴家就是在砌宝山汤厂的。后来我就跟他成为好朋友。啊、哦，就是原来私人汤厂也有原料区的限制，也有划分原料区。哎，这什么意思呢？每个糖厂都有自己管辖的管寮库，就是种甘蔗的地方。当然要越好越好啊，越好越好啊，哦、所以私人糖厂也有、哦、好，所以呢，就会说啊，你们宝山用这个方法是谁教的？老师，我去 Okinawa 指哪里？对，就是指请小琉球，不是东港旁边的小琉球，啊、哦，请 Okinawa 人去指导他们，因为 Okinawa 也是产。还记得因就自己用这种方法做的，待两礼拜，他回去之后，啊，我说啊，但你他们兄弟老师，他们就跟我们订我们的红糖，一包几百块，都销的，就销去广东了。所以如果你去一些名贵的白公司买到这个名贵的 Okinawa 的黑糖，谢谢你们啊，就是支持台湾的产品外销。好，那个你今晚那边有宝山的红糖，大概是可以的。在我们新竹的一些超商里面可以买得到，啊，还是很不错了哈，不能说不好嘛，都有食品检查通过。那我现在建议他们开放宝山糖厂，好，所以我不是只有对于台湾糖业公司的糖厂哦，我也希望开始复兴私人的糖厂。好，我们哦这那阿伯行到阿伯拐弯了哈，好，好，我再讲一个，各位看看有没有机会。刚刚那个摊商说啊，中国潜力。我曾经跟糖厂提一个建议，那时候是苏新辉当主任的时候，现在是这个陈股长、庆和股，他们都很好，都很优秀。我哎，说给你，加地马林呢，加地里马林呢，还够水的。我们可不可以来富裕一种东西？半夜的时候会亮亮的，萤火虫。如果给它食草，然后把环境控制好，它整个。萤火虫三四月繁殖期，那、啊、我们来开一班列车，这班列车叫赏萤列车哦，不要乱想哦，赏萤火虫的列车。各位，你们觉得可不可行？各位，没有光害啊，然后你搭那种我们改良的那种用车厢车去改良的那个车，那萤火虫就在你脚边这样绕来绕去，三四月的时候是什么美丽，然后看往哇一片萤火虫，然后要不要投资很多？而且是符合生态。好，所以说很可怜的曾老师困难，伊要阮员工咧五点以后阁继续开车上班，困难。好，所以我希望我的愿望通常都会实现啦、啊、吼、哦，因为我们车上也有台糖的非常优秀的高级的这个长官啦、啊、吼、哦，所以他们哎，那、欸、怎么麦克风有搭到109那边吗？不然我要再讲一次。哦，其实哈、哦，铁路还有很多可以营造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这样。哦，那、啊、你三四月就好了，没关系啊，大家期待啊。哦，开二，开二五群啊，这回下你当欣赏萤火虫，都要你卡来飞来飞去。那你看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接下来我就不讲话了哈、哦，我们就会慢慢的经过岐站，然后到达他们当时在装卸这个甘蔗的这个很多股的铁道那边，我会稍微停一下，让他看一段小小的影片，我也要怀念一下当时的一位司机领班叫詹永贵。好，先到这边，谢谢大家。Thank you.
我这边希望大家看见一个以前台糖司机很资深，而且对于再生物水源很有贡献的一个领班，叫詹永瑞，詹领班呐、啊、吼。那、啊、他以前开火车，他讲很好，好的以后，哎、欸，阿、啊、来来来来来来，免票票哈，他是他带着我到处去跑，啊，所以这边我记录到他当时这个摘挂这些空车跟这些装好甘蔗的车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他当时走路线是往东山方向走，所以大家可以点这个位置。稍微开始要做回收了哈，有没有看到？有哈，对，各位看一下。好，那各位看一下哈，这个是我在火车上拍的。当时的摄影机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小小一台，或者是 GoPro 哈，当时是12公斤的上肩的摄影机，所以我可以拍到这么的遥望，已经不容易了哈。我人没有出去，然后机器留在车里面就已经不容易了。好，所以各位看一下他们的技术哈。那车长基本上每一个列车要配属一个车长，都已经有车长大哥。好，列车没有车长是没有办法开出去的。好，那所以他就会在这边。我们车长大哥在右边哈，所以他们就常常跳上跳下，跳上跳下。好，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劳动现场。我希望各位看一下，各位你看这里的许多的铁轨。好，啊，当然慢慢，整个就只维持一线了哈。好，再往前，各位如果中午的时候你想说，哎、欸，我不要在车站吃饭，我要到一个听说这里有两棵榕树，然后间谍情深，然后当地人称为公伯丘，后来被命名为技术，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叫公伯丘，为什么叫公伯丘？因为这两棵榕树有一个有气根，有一个就不长气根。好、哦、啊，这里面在这个先生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公庙，土地公庙哈，它旁边被做了一个大理石，有两颗心心相印的大理石啊，那基本上。但不是我要他们做的，好，大家不要把这个账算在我身上。好，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詹永瑞领班当时的技术是如何在钓虾，这些技术。所以当时我基本上我在乌树林留下很多的记录影像啊，哦，啊这边有很多的先进，可能留的是各厂其他的铁路的影像。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以后未来请台糖发展一个叫开放资料库，让大家开始把这些资料汇到一个地方。可以被大家参考阅览，然后开始知道、啊、以前的产业样态是什么。好，所以我也积极想要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等一下这个公伯丘呢，就是旁边就是以前的机关库，他后来作为检车库，检查他们车辆这些甘蔗摄像车，所以当时我也在这边跟他混来混去的。那、啊、这个小庙听说很灵霞，盖灵霞艺术就说很灵验 哦，所以以前有一个时期，民国大概70几年到80几年的时候，流行民间一个娱乐叫什么？对，那叫大叶龙凤。阿龙啊，像阿龙啊，啊，所以这里面的那个土地公会跟你讲 lucky number， 就是幸运数字。所以刚刚一开始，今天黄所长来说1198.5，不行，涨停。控欲、控悲、控恶，袂歹哦吼。好，他以前那个乐透台，他处理的。好，所以我们每次来哈，我带学生来，我都会跟这个土地公说一下话，让他开始排场，打一掌子哈。所以这里的环境是这样。那右手边，在我的右手边，以前有一个很重要的，等一下也是我们会回望历史的工厂，叫做整木工厂。好，那、啊、我们就可以慢慢往前开了，小心，爱他回家。好，以恁的便当嘛来了哈。整木工厂就在我的右手边，所以乌树林跟新营以前都有产整木，是什么样的材质的整木？水泥、洋灰，哦，洋灰。那以前整木真的是木头哦，哦，木头哈、哦。所以，在民国大概39年的时候，他早落他的洋灰整木的这样政策就非常落实了，因为如果继续用木头来做铁轨的整木。那迟早有一天，我们的森林通通会不见。好，曾经我看过他们的整木规格，一级整木、雄二整木是什么材质的整木？什么木种的整木？块木 ，Hinoki。所以以前是把 Hinoki 拿来做铁路的整木哦。那第二级才是楠木、萧楠等等，第三级是杂木。那因为考量到台糖的铁路总共有几公里？3000多公里，还不包含移动铁路哦。所以1198只是他走的路程才1198，事实上他整个自然工厂有将近3000多公里的数量的铁路，如果都用整木的话，啊天哪、啊，那个森林大概被砍光了。所以最早发展洋灰整木的不是台铁，台铁是很晚了才开始发展所谓的这个洋灰整木，所以最早是哪里？就是
小编，后来作为这个露营区，或者是之前在线的时候作为烤肉区，还有一段时间作为什么陶瓷烧陶区的那个工厂，就是以前的很重要的整木工厂。被遮住了，好，过去了要好，还没到。好，所以整木这件事情，也是沈正南当时当总经理的时候觉得说，对，我们要发展整木。可是很可惜，他这样的用整木，用水泥整木，也被成为他被控通匪的一个证据。好，那这里面当然就会讲到所谓的刚刚讲到南北线、南北线。那基本上它的正式名叫南北平行预备线，平行是跟谁平行？台铁。台铁预备是跟谁预备？台铁，就是暂时预备，就是说战争的时候，这条铁路就会是很重要的。当台铁的铁路运输被破坏、被空袭的时候，另外一条铁路就要负担起这样的事情。那这条台北平行预备线，就是指从台中以南这样一路往南、往南到高雄。好，这条路线，好，那所以呢，这台防空炮列车也是走了这条一部分的南北平行预备线。那这条铁路是在1939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大势已去，虽然它增设的公里数没有很长，它只是把厂跟厂之间的铁路给衔接起来，叫厂际铁路。好，所以南北平行预备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然后它也运砂糖到黎亚莱的黎亚莱储备处，它也运过乌树林的原石，环境石灰石。乌树林很特色，就是它有产石灰，在瓜拉尼亚乡仙草谷县，就把瓜拉尼亚山脚下的石灰石，一看到山这边挖的白白的，那就是石灰。制糖一定会用到石灰，所以各位看右手边，因为会的酒灰，在铁轨跟铁轨之间那一个小小白白的，就是以前的石灰石。所以我们刚刚的乌树林月台的那个部分，很多就用石灰石一样空的。好，所以因为湾角的原石多嘛，湾的湾角，所以各厂的原石也会从乌树林出去，走南北平行预备线到达各厂去。曾经也运过蔗苗，架甘蔗的蔗苗哈，所以基本上台南有几个蔗苗很有名，比如说 F128，你听可以吧？比如说 NCO 310，在湖尾有个纪念碑，就讲 NCO 310的故事哈。所以等等的这些。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去多查一下资料。好，目前我们等一下就会增加一段弯道了，这个弯道是以前没有的，好，那所以会蛮弯曲的。各位现在看到都是以前的糖仓，那二战的时候这些糖仓都被轰炸过，所以之前有个水池在那个什么保利达咖啡左边有水池，我听有个耆老讲说，黑的烟瓣空气炸了来坑。啊，去个仓库烧几啊天，把糖烧到变糖糕，变成糖块。所以等到火熄了之后，乡民骑开牛车，不是骑牛车，就是牵着牛车来把这些烧成碳化的糖块带回去当燃料，煮成猪粉后。所以那几天乌树林乌林村充满了糖香味，哦，就是因为被轰炸，被谁轰炸？美军。好，所以。糖厂就是以前美军轰炸的美军机轰炸的目标，所以我这里有一份调查书是指着当时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到底每一个制糖工厂被投下多少的炸弹的统计数字，哦，都非常的清楚，甚至美国人还自己拍当时轰炸跟扫射当时的麻豆糖厂，就是董爷那个地方的时候的画面，所以包含月眉糖厂的烟囱还有弹孔在上面，都是美国人留下来给台湾的印记。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下哈，所以这些糖仓基本上也很重要啊。当然，它后来乌树林就作为一些使用，像这个是给他们露营区的工作人员住宿使用。那曾经我说我也可以被招待来住一下，他后来就说把天堂关过了，那就想说啊，不过这里蛮不错的嘛哈，应该还可以早上在吃早餐，可以看到火车经过。好，所以铁路的运用跟历史的厚度上是有很多的可能的。那我刚刚讲说建议乌树林坐赏银列车，那后来我说，哎，今天坑那个砂糖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成品糖，你想什么？一糖就是那种黑色的一个车厢。我说，哎，甘蔗车，可是甘蔗车有时候太多了，不是糖蜜车，就
号的那个长车啊，对对对对对对，我说你们要不要把那个车改为车速？好、哦，把它放在铁轨上面，注意完之后，隔天你还在睡觉的时候，火车就把你刚拉走，然后你还继续在床上没关系，然后早餐就送过来，在这个车速火车上面听导览。好、哦，这是我乱讲的啦哈、哦，我的意思就是说。航铁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希望大家来贡献你的想法。但是我们下车之后就会开始领今天大家订的午餐，然后因为我太多话，所以时间稍微耽搁了一下。我们原本表定休息到12:50，那我还是希望大家休息到12:10到15左右，好不好？一点啊，起码可以用12:00了，1:10到15，好不好？好、哦，那我们也让我们同事开始布置。下一个活动的一些重要的资料。好，我的导览在这边，那谢谢大家。好，我刚的同事跟我讲说，待会大家不要抢着下车，我们开始发东西。什么东西呢？小礼物。是车票吗？小礼物哈、哦。神秘小礼。大家会看后面的序号，好不好？好，大姐不要急着下车，我先去抢礼物。哦，车票吗？好，大家等一下会拿到神秘小礼物，是昨天才空运来台的哈，然后非常的精美。然后小公和贵先生，记得要感谢小公和贵，小公和贵是免费做的，然后每张车票都有用塑胶封套帮你保护好。哦，所以各位要好的珍惜哈、哦。好，那待会他们会上来发小礼物，那我就下去休息。好，现在他在开火车，小公和贵就。